给大家看一下，小黄现在乖了很多啊，以前在无人区的时候啊，想摸它基本不可能啊，现在可以随便撸了，哎，不容易啊。小黑吧一直都很乖，在那里就可以抱它摸它，哎呀，好狗呀。小黑吧上厕所特别快，真的，现在在这边不方便溜狗，我都是白天溜一次晚上溜一次吧，哎，不容易在这里，真的。小黑是个母狗啊，不是公的。哎，小黄也上厕所了，小黄现在看起来真的精神了很多啊，以前在无人区的时候每天愁眉苦脸的，我的天哪，没少拉呀，还挺成型。小黄现在乖了很多，把它放在笼子里啊，很容易，我只要轻轻拉它一下，它就会跳进去啊。小黑吧，我就直接抱啊。我的宝贝特别活泼啊，晚上是跟我一起睡的，笑得特别开心啊，你看那小尾巴摇的。哎，宝贝，彪公主，我的宝贝，小小一个我就捡了它。小时候也特别调皮，我搭帐篷的时候他总是去捣乱。自从我把小黄小黑从无人区救出来，看见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我心里真的特别开心。哎，我在无人区坚持了66天才把他们救了，付出了太多太多。最让我伤心的还是失去了我的小白兔，因为我的小白兔啊从小有狗瘟细小，被贩卖狗的人给扔了。我阴差阳错的捡到它，把它给治好了，它就是来报恩的。报完恩他走了，真的，在无人区坚持66天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大家不信的话，不要你坚持66天，你就去体验6天，你就知道啥感受。啥东西买不到，连找个人说话都没有，但是我没有放弃，不管我做得怎么样，还是有喷子喷我。那几个喷子真的有点过分了，你知道他怎么搞的？把我的头像拿去换了，我的头像不就保镖的照片吗？那一点开一下子就能搞下来吗？他拿去换成他们的头像，然后去骂人，他就说是我干的，你说有多过分？但是这也是你的权利，我也管不着你，真的。哎，你想怎么搞你说了算吧，我也懒得管这个事啊。大家都特别好奇啊，我为什么能坚持在无人区待66天，只为了救两个流浪狗。其实小黄跟小黑啊跟我真的非常有缘分啊，我前年骑单车的时候在那里就遇见他们了，我给他们喂了一些小面包，我找了半天，我找到那个原视频了，我发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都舍不得吃，我给你吃了。哎呀，这家伙是好几天没吃了，肯定是。再给你一点吧，吃吧。你看我也没多少了。你吃了，我过去再找吧。看这只狗狗在这里好可怜的，我都给了它好多吃的了。我一包面包给他全吃了，他还不走，在这里缠着我。哎呦喂，你看我骑着自行车，我也不好带他呀，要不然我带他一下，特别可怜。我拦了几个自驾游的也不停，我还想要点东西给他吃吧。在这遇见也是个缘分啊，他也是一条命啊，这。我今天过去是往重八线方向走，还全程爬坡了。本来想在这等一下吧，拦个自驾游的，给他要点东西嘛，给这个狗狗吃一下。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也没要到。我有一包面包，我全给他吃了。你看，这家伙还在这里赖着不走了。哎，我怎么搞？就此别过吧，再见。自己多保重啊，我走了，再见吧。过来吧。你看，本来留着吃了自己一个小面包，来吃吧，来吃。刚才有几块给黑色的那个了，这个给你吧。哎呀，吃吧。哎呦，你也是可怜呀，命苦啊。
老规矩啊，你别咬我，我给你吃的你不能忘恩负义啊。反正我是把你当兄弟，你也得讲点义气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我都没得吃了，是吧？给你吃了，是吧？哎呀，看他舍不得走啊，这家伙他也不走，没有了，没得吃的。哎呦，我也没地方载你啊，要不然我把你带走。你看我骑着这，我这个自行车不好带呀，要不然我把它带走得了，这可怜啊，这也是一条命啊，这真荒无人烟的。这附近一个村都没有。哎呀，我得赶路啊，我得走了。刚才遇见那黑色的就浪费了好长时间了，现在又遇到你这金黄色的家伙，我也想把你带走，但是我没办法呀。你看这附近荒无人烟的，要是有人的地方，那我带你去找点吃的也行啊。这你看这四周啥没有，我也挺可怜你的，但我也没招呀。面包也全给你吃了，我也没有了。我也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。你也是命苦啊，家伙！你看你赖着不走也不是个事啊，我啥吃的也没有了。这里离村里真有特别远，要不然我把你带走。走吧，哎呀，我走了，不管你了，再见啊，自己多保重，照顾好自己，再见。哎呀，心里还有点不舍，但是没办法，走了。哎，看完我前年遇见小黄小黑的场景，哎，现在真的感慨万千，热泪盈眶吧。我坚持了66天，现在把他们救出来了，喂，我也对得起他了，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了，也对得起关心他的网友了。真的，我现在把他们救了吧，我的想法是能给他找一个爱他的主人就找啊，实在找不到的话我就慢慢养他们吧。真的，这就是老天安排的缘分啊。哦，不容易，真的。我就说这么多啊，希望大家多多看我的视频，感谢大家吧，下期再见。